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411页第四行课题总结：甚诸佛国，请看经文。我立誓愿，都甚无数过佛诸佛国者，宁可得佛。这一句话我们听了是不是会感觉到阿弥陀佛有一点傲慢啊？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，怎么可以度甚诸佛国呢？首先我们要晓得阿罗汉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断掉了虽然是断尽了，没错，他还有习气在有那个傲慢的样子，傲慢的念头真没有了。他要有，他证不了阿罗汉果。习气要断掉了，没有了，才能证得向上一层辟支佛所以辟支佛比阿罗汉高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小乘不会永远是小乘，会转小向大的。但是一般时间讲，阿罗汉要20000劫才能会小向大，辟支佛10000劫这就能看到了。法藏成佛，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哪里会有习气呢？那么这一句话我们要怎么看待呢？首先要了解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，这就明白了。法藏比丘在佛前面发了大愿，这个愿是普度一切有情众生目标呢是帮助这些众生快速成佛，这个愿很特别。佛佛虽然道同啊，诸佛没想到第一个道理我们要懂诸佛何以没想到？诸佛清心寡欲，一念不生了，怎么会想问题呢？那么这个问题，法藏没有成佛之前，当比丘的时候发愿发这么个大愿，这个愿确实是令人赞叹诸佛也赞叹，太伟大了。那么他向世间自在王请教，怎样才能满足他的愿望？求佛教他。
佛很慈悲，将十方诸佛刹土210亿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，叫他自己去看。210亿不是数目字，如果是数目字，这个数目字不大。表法的密宗表法，21代表圆满，210亿呢代表大圆满，究竟圆满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都在自在世间自在王佛展现之中。啊，他一个一个去细看，用了多少时间？5劫，用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每一尊佛国土，他都细心去观察，去考察。啊，哪些地方好，他就记取。啊，哪些地方有缺陷的，他不要，他在这里挑挑拣拣的。啊，总结就是48愿，48愿是他，我们今天讲访问、考察、啊参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总结，48愿总结。啊，他所要取得的，这样建造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美好的集大成。啊，诸佛刹土好的他全有，有缺陷的他全没有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得来的，不是，也不是世间自在王教他的，实地上去参观考察，这令人不能不佩服啊！这是符合现代人所说的逻辑概念。啊，我每一个愿、每一桩事情得来都有根据，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啊，所以国土超过诸佛，教学的手段超过诸佛，它太简单了，就是信、愿、持名。什么人都能学啊！上上根人到等觉菩萨，下下根人到无间地狱啊！你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肯到极乐世界去，我真想去，我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我通通具足了，条件具足，这样方便的方法了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啊。他确确实实胜诸佛国，那胜诸佛国是考察得来的。啊，不是凭空而来的，有根有据。啊，现在在此地他发愿之后啊，这做总结，我发的这个愿能不能成就。
尤其是平等度众生，这个太难了。平等度众生的道理是弥陀的圆满智慧，究竟的慈悲啊，他将他无界修行的大愿，这48愿，无量界修学的功德，用这个来加持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就得到阿惟越致的果报。所以阿惟越致的果报等于说是阿弥陀佛加给你，不是你自己修的。我们自己要修成阿惟越致可不是容易事情啊。阿惟越致在大乘别教是初地菩萨，圆教像华严法华是初住菩萨啊，那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，圆证三不退啊。三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啊，阿罗汉证的就是位不退啊，决定不退到凡夫啊。实际上刚刚证得的时候是须陀洹，须陀洹虽然地位最低，小小圣，他证得位不退，他没有出六道，他决定不堕三途。人间寿命到了，他升天；天上寿命到了，又到人间来。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三国叫不来，不来是不来到人间。三国在哪里？在第四禅。他只有向上，他不会向下，不会放下。啊，出国的时候他就不堕三恶道。得到了保证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不管世间有没有佛，他都会证阿罗汉果啊。证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，他住在四圣法界啊，声闻圆觉菩萨佛，他住在声闻法界啊，在那个地方慢慢在提升啊。用华严经来看就很清楚啊，阿罗汉断烦恼正果位跟第七性位的菩萨相同啊。那我们知道七性是阿罗汉，八性是辟支佛，九性是菩萨，十性是佛啊。这个佛没明心见性在经上讲信满成佛啊，实信修圆满了成佛。成佛有四种成佛，这是最浅的，这个成佛是他学得很像，虽然用的是阿赖耶识，他完全用的正，我们用错了啊，他纯正没有错误。也就是说佛怎么教的他同学会了，但是他不是用真心，菩提心没法，菩提心真心，他用的是阿赖耶妄心，
跟我们一样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用得正啊，用得正。智者大师六劫佛里头判他叫相似即佛啊，虽然不是真的，很像啊。再向上提升呢，那分正即佛，那是真的了。转识成智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圆教初住，别教初地，这就超越十法界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佛，做人何必要做假呢？啊，佛是我们绝对的标准。今天佛不在世，经典在世间，我们依照经典修学啊，经典上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不要怀疑，认真努力去做啊，从实相无界做起，真干啊，实无界实相还有基础我们从净业三福里面得到信息，净业三福是修净土最高指导原则啊，不但是净土中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佛家所有法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。因为后头佛说了一句话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个话说得重啊。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所有一切菩萨成佛都要遵守这个指导原则，不能违背。这话说得重啊，不能轻易看过。净业三福三条只有十一句，一句四个字，四十四个字啊。第一条就第一福，这是根本。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我们得真干啊。怎么干法？小乘经里头说得很清楚。那现在人不读小乘经吗？啊，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提倡的。小乘在中国过去有两个宗派，居士宗、陈氏宗，唐朝中叶以前都存在，唐朝中叶之后衰了，没人学了，到宋朝就没有了。中国祖师有智慧，我们不学小乘，用儒跟道代替小乘，行不行呢？行。怎么知道？从祖师这个提倡之后，你看一直到清朝初年，各个宗派出多少人才，这就说明可以通过实验了。儒跟道是本土的，跟我们有很亲切的感情了，学起来容易，
可是现在麻烦来了，儒也不学，道也不学，小乘也不学，一开头就大乘，架空了，变成空中楼阁。所以佛法衰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走过全世界好多地方，接触到的同学，在家学佛，十善业做不到；出家学佛，沙弥律仪做不到。啊，古人说，戒律没有了，佛就没有。理要是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。这话真一点不假。所以现在要是严格来审查，儒释道都没有了，有名无实，这怎么办？这个东西没有了，中国传统文化就绝灭了。中国传统文化绝灭了，不但是中国人不行，全世界人不行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什么？是存亡的边界线。我们不干就亡了，以后人想做也做不出来了。我们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真干能存下来，能传下去，我们不干就没了。这个问题大了，比什么都严重啊。啊，年轻的同学要发心了，续福慧命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等同释迦牟尼佛降世来传教，这么大功德。那我们能够继往开来，往后是世尊，末法还有九千年，能传得下去。尤其这部经典出现，黄念老的脊柱出现，这都不是人力能成就。我们常说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啊，这些东西出现，让我们对于未来啊有了信心。如果没有这些奠基，我们的信心确实不能建立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维持下去，也是看到两本书，唐太宗的群书之要，民国初年当时的专家学者为后人编了一套书，过学之要，中国的过学，乾隆在世的时候把它编成一套丛书，四库全书，全都收在这里头，分量之大是世界之冠，全世界找不到这么大的一套丛书，从哪里读起？这大问题，怎么个读法？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十几年了，没有办法。
啊，我想的一个方法，方法跟编书的是同样的想法，四库全书都的精华揭露下来，编成一本书，让我们从这入门。哎，国学之要就是这个理念编。啊，我看到这部书，无量的欢喜啊！几十年的梦想啊，没想到古人已经做好了，不要我们操心了。啊，我在早年真的在大陆请了几位教授，教文史的，请他们做这工作。啊，做了两三年，记录下了这个书，拿给我看。我看了不能满意，啊，这个底稿还放在澳洲，不能用，所以为这个事情常常生烦恼。看到国学之要，这祖宗的德，没有想到人家已经做好。啊，所以这套书我一看到了，送到世界书局替我印一万套，我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，啊，这个本子就不会失传了。要入四库之门，这是一把钥匙。那么你想读这些书？这些书是文言文，是中国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，全世界找不到。啊，文言文是个工具，把古人的智慧、理念，这个理念包括我们修身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啊，这些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通通都在这一套书里头，用文言文写的。文言文的好处，它永远不变。啊，语言是会变的，文言不变，用不变的东西记载下来。你只要懂文言文，就像现在通信一样，你提问题他给你解答，你完全能了解。这个工具不得了啊！世界上再伟大的发明，啊，发明太空船、遨游宇宙也比不上这个发明。我们要继承下去啊！我们要不继承叫大不孝啊。三福里的头一句孝养父母啊，那就这句大不孝啊。啊，文言文难不难呢？不难。老祖宗绝对不会叫你搞麻烦事情的。啊，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，就知道它不难。啊，民国十年前后，啊，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，大概八九岁吧。啊，三四年级的学生写的文章，现在大学文学院毕业出来的写不出来。啊，那五六年级的文章你就不必说了。你去读了真可爱呀！啊，五六年级不过十岁、十一岁吧，十二岁。这样的年
啊，国学之要文字的标准是当时高中学生的标准，高一高二就能读。啊，这些年来我跟外国接触的多，我访问美国纽约大学，啊，因为这个学校里有一个留学生在台湾留学，啊，是个女孩子，大概30岁的样子，她是研究生，她研究什么？研究华严经，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。那么正好呢，我在台北讲华严经，所以学校就把这个学生送到我们图书馆，让我住的姐妹图书馆，啊，跟我学华严，在图书馆住了4个月，能够读华严经，能够看清凉大师的疏钞，我们很佩服啊。我就问他，你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多少年？3年。不多啊，3年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佛经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称之为变文。是文言文，很浅显的，不是很深的。跟中国古文比它浅很多，换句话说，当时的白话文啊，祖师大德便于佛法的流通，不能用很深的文字，佛经里面比较深的文字就是楞严啊，因为楞严翻译的时候，这个处理文字这一方面是方荣。方荣是武则天的宰相，大概得罪了皇上，把他贬到广州来了，啊，把他降级当地方官，所以他有时间参与翻译。啊，文字这一方面由他负责，所以这文字就特别好。啊，在佛经里面，用文学的眼光来说呢，楞严是第一。啊，韵文呢，这个翻译的是韵文，啊，不难。2005年、2006年，我2次访问欧洲。我到伦敦去访问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，啊，伦敦大学，这是世界上排名在前面的，啊，最前面的几个大学，他们都有中文系，是欧洲汉学的中心。我跟这些学生交流，跟教授们座谈，我向他们请教，这些学生全是外国人，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，说的一口北京话，啊，对于中国文言畅通无阻，我非常惊讶，非常佩服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学多少年？3年。这不难啊，我们今天是被文言文吓到了，不敢碰它。啊，毫无底蕴的人3年都能学成，我们摆在面前不敢学。
没有信心，这是我们的病根。伦敦跟剑桥大学的学生里面还有一个用《无量寿经》写博士论文，我就问他，中文《无量寿经》有九种版本，你用哪一种？他用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版，还有一个用孟子，另外有个学生用王维，唐朝的文学家，你看用中国典籍写博士论文，这个事情不难呐。我现在在国际上到处都劝人学文言文。我把我遇到这个例子的时候说给大家听。文言文不难，真不难。中国字的音总共只有420个。上面是注音符号，下面是汉语拼音，音完全相同，符号不相同，都相同。像这样的音，这个单音八，八八，这种单音呢，总共只有每一个音呢，又平上去入，四种念法。这四种念法，420乘4，1600多个音呢，不难呐，真正的音只有420个，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好学。难怪外国人学得那么好。我用这个做成卡片。卡片420张，一个小盒子。一天学4个，3个月就学完了。难在哪里？首先把字的音都正确，然后再学文字学。说文解字，这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法？知道它的形状，知道它的含义，叫认识中国字啊。从这下手啊，认识中国字的时间不超过1年，全会了。那第二年、第三年要背书。终于要从这里下手，过去李老师教给我们，熟背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；你能够背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一个星期背1篇，2年就100篇。所以头一年认字。3年钥匙就老到了，要干呐！我把这个方法介绍给马来西亚首相纳吉，他非常欢喜，他的儿子读中文，在中国北京读书，我这个拼音告诉他。他拼得很正确。他看这个罗马拼音，英文发得很正确。他跟大家说3个月就可以学会，信心十足啊！哪一个的语言你3个月能学会？
中国这个东西可以啊，把这个字形、音、义啊这三个搞清楚，在文字上就扎根了，然后背书啊，挑选100篇古文啊，怎么个挑法？国学之要出来了，在台湾呢，早年这一批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他们在台湾编了一套古今文学，国语日报啊，好像总共出版了这么厚的册子14册，他们过去是一个星期出版一次，累积几十年啊，这个里头选的东西古今都选，差不多是一半一半，他的注有注音，每个字有注音，有注解，有翻成白话文啊，我的想法就是这两种书合起来看，都选了的啊，国学之要有，古今文选有，我们就选它，选它来背诵，这样选100篇，大概有100多篇，有100好几十篇，两种东西都有的，我们就不必操心了啊，这个选就不会选错了啊，真正去背诵啊，背要能够讲解啊，能背诵能讲解，中国国学的基础就奠定了，要3年时间，这是非常坚实稳固的基础，不从这里下手就很难，像盖房子一样，地基一定要巩固啊，要结实啊，这房子才会坚固，不会出问题啊。如果这个基础不扎稳，那是一生的遗憾，终身遗憾，向上提升非常困难啊，有这个基础不难啊。我的想法啊，这个基础它奠定好了，中国典籍选一部专攻啊，选一部易经，选一部尚书，选一部左传都可以，一门不要搞两门，10年10年专攻一门，会得三昧啊！我们佛法里面学净宗的得念佛三昧，学华严的得华严三昧，学法华的得法华三昧。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学四书的得四书三昧，学易经的得易经三昧啊，学离记的得离记三昧。得三昧之后就很可能开悟，悟了之后没有学过的都会，他出类拔萃，他通的。佛经不但佛的一所有经教通，世间法通啊，世间所有经这个宗教的经典全通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叫智慧啊！啊，这个方法就是佛经上讲的戒定慧啊。现在讲的打这个基础，这通通是持戒，不依规矩不成方圆。戒就是规矩，一定从规矩上扎根啊，心就定了。
叫你背书，背书主要的目的是修定。修定的目的是叫你开智慧，智慧开了再叫你学东西，无论学什么很快就学会了。慧能大师没有学过法华经，法达禅师专攻法华，法华从头到尾曾经念过3000遍，3000遍大概要10年了。法华经很长，虽然只有7卷，长卷，一天诵一部，3000多遍。就是10年，专攻一部《法华经》，有一点法华三昧也。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这个故事记载的，他到曹溪去参慧能大师。见老师礼拜，头没着地，3拜头都没着地。起来，六祖就问他：“你礼拜时候头没着地，是不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？”他也很老实，就说出来：“诵《法华》3000多部。”六祖问他，法华讲的是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法达禅师反过来向祖师请教，六祖说：“我没听过这个经。”六祖不会看经，不认识字，你念给我听。那当然了，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念到第二品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第二品方便品，慧能大师，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这什么就开悟了吗？你看，人家学《法华经》学了10年。他就几分钟把《法华经》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他为什么会开悟？他有10年的功夫。换一句话是，将悟未悟那个时候，经过人家一点，他就开悟了。六祖麾下开悟的43个人，有法达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四弘誓愿排在第三呢，不是排在第一了。第一个是叫你发愿呢，把如来家业承担过来，发这个大心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发这个大心发愿之后，自己真干，先成就自己。自己不能成就，就不能帮助别人。成就自己，从戒律下手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没有断，你学什么都学不成功，只学了一些皮毛。这是我在伦敦给这些学校同学们交流，我告诉他们，因为我难得到伦敦吗？
当面向他们请教个问题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，70年代说的，大概40年前，他现在不在了。他说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就是现在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因为他们都是学汉学的，都是用儒释道经典去写博士论文的。我说这个话我不问别人，别人外行，你们是内行。汤恩比说的话对吗？你们能承认吗？这些人对着我傻笑，不回答我。我等了好半天，没办法了，我反问一句：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？他们回答我的时候也是笑，不说话。我说你们呢，都很聪明啊，既不承认，也不反对。不承认是你有怀疑，不反对是汤恩比博士的名气太大，不敢反对他。是不是这样？真的是这样。最后我告诉他，汤恩比博士的话是正确的，我赞成，我不反对。我说了，很多人呢把他的话解读错误了，所以不敢承认，也不敢反对。怎么解读错误呢？提到孔孟，你们马上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解读。讲到大臣，你们一定想到华严、法华、般若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这个东西能救得了现前世界吗？你们天天在写文章啊，天天在研究啊，不行啊，是太高了啊！你们有没有想到啊？这个花果从哪里来的？植物花果从树梢上生的，开花结果。树梢从哪里来的？是条来的，枝条来的。枝条从哪里来的？从干来的。干从哪里来的？从本来的。本从哪里？从根生的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根呢？忘了，全疏忽了。孔孟的根是什么？大臣的根是什么？你能发现，它就起作用。孔孟的根，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仁义代表孔孟的根呐。我们用仁义来帮助现在社会，能不能解决问题？难呐。人是爱人，现在人不爱人呐，他自己都不爱，他怎么会爱人？自己作践自己，糟蹋自己，不懂得爱人。义是循理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。中国古代讲仁义，讲道德，立法要严，治法要宽。法律定得很严，执法的人呢说要有情有义，要面面过道，所以执法要宽。
非常有道理。论语孔子对老师的评价，夫子之道啊，中恕而已。中恕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能。中是什么？大公无私。啊，你看中这个写法，会意。啊，心不偏不邪，无论对人对事，对一切万物，用这个心。啊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念。啊，管用啊。啊，大乘佛法，大乘用的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心，真诚，真诚能感动人呢。从真诚心里头生出来的慈悲，慈悲是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。啊，爱护你的仇敌，啊，爱护毁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都爱他们。啊，为什么？大乘的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。大乘伦理是讲到真正圆满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我能不爱吗？啊，中国人讲伦理关系没讲到一体，啊，父子还是两个身体啊。佛讲到整个宇宙空是一体啊，不是两个身体啊，叫化身呐。啊，所以这个爱多亲切啊！他有过失，你怎么能责备他呢？帮助他改过自新呢、啊，用爱心来处理啊，就是惩罚都是用真诚的爱心，人家接受惩罚都感恩啊，不是恨他，不是怨他，是爱他。啊，所以大乘是从爱做出发点，慈悲啊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啊，像爱自己一样的爱护一切众生。那这汤恩比怎么会说错呢？啊，我们要用心把它解读开，啊，不要辜负了它。今天我们看整个地球是一家人啊，资讯发达，交通方便，环绕地球一周24小时足够了啊。我05年环绕一周3天，啊，在英国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在纽约住了一晚上，第三天就回来了。啊，从北京出发的，要再回到北京一周，3天，所以地球村呢，一家人呢，一家人一定要亲爱，我们要提倡六合敬。啊，见和同解，见和同修，啊，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啊，地球能够成为六合敬的地球，一切众生都有福了。我们希望教育里面
决定要把竞争这个念头断掉，决定不能叫竞争，决定不允许斗争，更不可以战争。啊，中国儒释道确实能做得到。啊，儒释道的学说没能发扬光大。啊，没有真正在学它。真正学，学了就落实。学以致用啊。啊，一定落实在自己生活。落实在自己工作待人接物。啊，用真诚心去感化敌人。那敌人是迷惑颠倒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他不会有那些恶念，不会有那些行为。啊，一定要肯定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。啊，这一个村怎么可以打仗呢？怎么可以有是非呢？叫家和万事兴呢。现在我们讲是和，世界和平。啊，是和万事兴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向着世界和平。希望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族群，每一个政党，每一种信仰，都能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啊，法藏比丘就发的这个愿呢。啊，佛教给他认真学习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宗教回归教育，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。啊，我建议联合国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。啊，这个校址就可以选择在斯里兰卡。总统很欢喜啊。这个学校的使命，团结宗教，把宗教落实到教育，互相学习。啊，带动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。啊，这是联合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心量一定要投开啊，一定要学忍让，学包容啊，这是心得啊，忍让包容带给你自己幸福美满，带给你的一生快乐啊。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没有丝毫怨恨了。啊，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，不要再去想它。我们要创造幸福美满的未来。啊，想过去也引起了怨恨。啊，那是一场梦，过去了。不要再提了。从今往后，学习老祖宗的智慧，学习老祖宗的方法，帮助自己，帮助家庭，帮助国家，帮助这个世界。好啊。
下面这一段经文，佛为真诚。人有善行，有善愿，一定会成就。啊，经文分两小段，第一段佛令自是，这个意思很深，这个方法巧妙。事出世间法，所有的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，也是最重要的自己。啊，你看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弥陀经要解，啊，他的讲法，这个经三分续真流通，完全落实在心愿心。续分讲心愿行，正宗也是的，流通也是的，啊，而且讲性，讲六个性，第一个性自己，跟此地佛令自摄一个意思，自己对自己失了信心，佛菩萨帮不上忙，那为什么你性根坏了？主要的这个根坏了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我们今天中国搞成这个样子，胡秋元先生说得好，那个时代我们二十几岁，很年轻，啊，有缘能够亲近到他，在他家里听他的教训。啊，他说我们中国今天遭这么大的灾难，主要的原因是丧失民族自信心。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那我们的研究为什么会丧失掉？由于疏忽，迷信外国。外国什么都好，中国什么都比不上外国，这就完了。啊，抛弃自己的国家，移民到外国去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个心理呢？对自己国家失去信心，认为外国有保障，啊，我们也到外国去参观了，在美国也住了十几年了，从出家那一天起，我就开始讲经。55年当中，走到许许多多国家，啊，很多国家对待我都很不错，都非常礼遇。啊，我还是选择定居在香港。啊，我爱我们传统文化，我爱大乘，传统文化的根在中国，大乘的根也在中国，但是今天呢，到了存亡的临界点，
我们如何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？啊，这是我们的使命啊！如何去挽救文言文？啊，经典保存下来了，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啊，全世界著名的图书馆，我们都赠送它收藏。啊，不管怎么样灾难，不可能全世界都毁灭，总会留下一些。啊，这种方法保存是最可靠的，最安全的。啊，石头刻的藏住名山，古人想的方法也不可靠，一个大地震全毁了。啊，我看过房山的石景，800年，多少人力财力物力竭尽在了，正好震难得。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真的一个地震不就完了，就毁灭了。所以今天的方法多印，到处都有，就最安全了，决定不会丢掉。啊，在鼓励大家学文言文。传统文化决定能复兴。这个复兴就是整个世界走向了和谐。啊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我们看经文，世间自在王府，即为法藏，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理借宿，尚可穷敌。这佛先举个比喻，念老的解释很简单，这个比喻不难懂，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毅力，没有不成就的啊，什么样的大愿都能成就。下面正说，人有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刻苦，何怨不得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人能以至心，至极之心，真诚到基础，啊，慎学，跟一般学术不一样。用一般学术这个概念来学慎学，慎学变质了。变成世间一般的学术，变成玄学，玄在哪里呢？只是空谈，没有实际的作用。这个就流弊了。啊，我告诉伦敦几个学校的同学，他们的中文系儒学，
道学、佛学。啊，我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。啊，外国人的读法是从左面到右面。啊，我学了儒释道、儒学、佛学、道学。我说你们是学的这东西，大家点头。我说我跟你们学的不一样。啊，怎么不一样呢？我是从这一边念到这边，就中国人念法，从这边念是学道、学佛、学儒。这一颠倒，味道就变了。儒学、道学、佛学是变成学术了，变成哲学了，在课堂里面谈谈。聊聊天，谈谈空话。如果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那是生活。啊，学儒要学得跟孔孟一样，真学会了，不是书本，书本不重要。学佛呢，要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真学会了。学道要学得跟老庄一样，啊，那就不是搞儒学佛学了。真学会了，思想是孔孟的思想，言语是孔孟的言语，行为是孔孟的行为，你就成圣人。成仙人，这你学会了。那学佛呢？你真的成了释迦牟尼佛了，成了菩萨了，就你证得了果位也。你要搞儒学、佛学、道学，你一样都拿不到啊！哎，可以在学校里拿个博士、硕士，这个可以拿到。啊，在生活上呢，你们有变化了。啊，孔孟之乐你没有，佛的法喜充满你没有，那这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要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。佛说的好，你看人能以。至心精进，至心求道，精进不已，必皆得果。必定，皆是大家都得到，没有例外，什么人都可以学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？啊，不认识字，什么都不懂，说其笨无比，什么都不会。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会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真正念到底了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将来往生，上上品往生。你能相信吗？他是事实，朝朝代代，很多地方我们亲自看到。啊，这些念佛人叫真念佛人，他们是真正弥陀弟子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问的什么都不知道，确实做到了。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们有杂念，他们有妄想，他就一句佛号，啊，对待人就是笑眯眯的，你骂他，他都对你笑。啊，你怎么去侮辱他，他对你都是那个笑面孔。啊，他也不会反抗，也不会批评。啊，完全接受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。啊，一副满心欢喜的面孔对待你。
那就是活佛出世啊，真得受用啊。他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他每天的生活快乐无比。所以下下根跟上上根在经中里画平等的等号。上上根往生能达到的。啊，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，下下根往生也是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。我们要学啊，我们不学就错了。啊，那他们是真正的是什么根性？真正是下根，给我们表演的是上上法。啊，他不能讲经，他不能教学，他表这种法，让我们看到之后，增长信心。啊，帮助我们坚固信心，功德无量无边的。这就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，比不上他。啊，我们的修行要向他看齐。啊，念念不忘。慧这个字，一级大师说，戒也。警心曰，以彼也。啊，这个刻骨，刻跟下面这个下面是从刀可胜，这个意思是以自己的力量取胜。简体作客，意为杀也，彼也，随也，得也。这就是以武力制胜，有这个意思。此地是一比喻啊，是又有何缘不能求得呢？啊，我们努力精进不止，就能够得到啊，会当刻苦。可是当作得道讲，彭绍神居士，就是彭其清，清朝乾隆年间人，啊，黄连祖老居士说，用现在的话说呢，他是高干之弟。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。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。他父亲是国防部长。啊，所以这是个贵族出身。人非常聪明啊，应该是不满20岁考中进士啊，进士在那个时代是最高的学位，好像现在的博士学位
啊，第二个学位是居人，第三个学位是秀才。啊，他考中进士，一生没做官。啊，家里环境好，他学佛，成为佛门的一个大善知识。啊，通宗通教，协力圆融。啊，无量寿经起心论他做的。啊，那么下面这个话就是他说的话。法藏云：我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当知无上正觉，一切愿王从此出生，一切净土从此建立，才发此心，极乐庄严一时具足。故曰：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刻苦，何怨不得。本集先说得很好啊，啊，无上正觉就是无上菩提啊，一切愿王是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就从这个地方出生，四十八愿的根本是从智慧慈悲里头生的，真实智慧无量的慈悲圆满的心得啊，是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。阿弥陀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啊，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向他学习。啊，发心、修行、啊，证果、弘法利生，啊，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愿从这生，净土也从这生。那你看，才发此心，极乐庄严一时具足，这一句话意思很深，确确实实是一时具足，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所以这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故啊，全宇宙用佛法的名词说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自性。自性是万法的本体啊，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一切法从哪里来的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他那个报告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很完整。啊，末后一句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整个宇宙是自心所生所现，而且是什么呢？一时具足。这个意识我们一般人不懂，这个意识是一念，一念的时间多长呢？
我们看到弥勒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，换算到现在，现在我们用秒为单位啊，那是几多秒呢？啊，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，也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那叫一时，那叫一年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啊，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？有1600兆个念头，其中的一念。一念具足，念念具足，虽然念念具足，每一个念头的具足都不一样，决定不可能有两个念头具足是相同的。那我们讲大同小异，千变万化。行首过死，修华严奥旨，望经还原观，那是行首大师的一篇论文，或读华严经的论文，或者是修华严经的论文，这篇论文非常有价值。那么大的一部经，他用那么简单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前半段讲宇宙之间一切法怎么来的，后面三段用什么方法去证得。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佛法里头不是说有个人神呢，有个神造的，佛没有这个说法。佛的说法是自己心，不离自心啊，一念变现出来的。这一念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为什么？如果有理由有原因，它是真的了。没有理由没有原因，告诉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它真没有原因，真没有理由。啊，科学家观测到这个境界也说，啊，念头的缘起是没有理由的，突然起来的，啊，立刻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他们说这个话，佛在楞严经上说过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个被科学家证明了。啊，但是要知道，那个当处随处就是一念，啊，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我们无法想象，这种变化就在眼前。我们的六根都圆不到，眼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啊，我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这电影片，啊，这是从前啊动画的这种电影，啊，都是幻灯片，放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，镜头开关24次，也就是说每一张。他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一秒，这个好懂啊。我们看到是连续的像，很多次重叠的，我们看见是这个
啊，如果我们把24章只留一章，23章全抹黑了，我们看荧幕啊，一秒钟二十四章这个速度在放，你在荧幕上看到什么？只有一章，没有第二个相续的啊，是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有一道光闪了一下，就没有了，就看这个现象啊，光里的什么呢？没看清楚，它就没有了。才24分之1秒啊！如果把它加到1200兆分之1秒，就在我面前，确实没看见。啊，把它速度减缓，减到24分之1秒，看到一道光。光里头有宇宙，没看见啊！所以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就在我们眼前，从来没停过。这佛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一句话，我们才有了个概念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这句话，几十年了，不懂。什么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？到量子力学家证明这个事情，我们的概念才清楚了，才知道这是真相。在《般若经》上讲，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实相是这样的。所以确确实实佛说般若不容易，在那个时候没有科学工具给大家证明，怎么能接受？般若讲了22年，大般若讲经最长6500卷，讲什么呢？实际就讲一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还不放下吗？放下就成佛了。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不可得，全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这一种啊频率所产生的幻想。离开这个频率，三种现象不可得，就没有了啊，物质没有了，念头没有了，自然现象也没有了。那现出来的是什么？现出来就是自性，不生不灭啊，那叫自性，那叫真心，在佛法也叫法身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佛法叫真空啊，啊，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有，它不现出来。这是佛家讲的隐现，有缘它就现出来，没有缘它不现，不现叫隐，现叫有啊。所以说空叫真空，有叫妙有，真空不空，它能现象，妙有非有，虽现象了不可得。
像实相啊，真相啊。啊，佛知道真相，是佛给我们表演的，完全放下，圆满的放下，究竟的放下，这叫什么？随顺自信，随顺实相，啊，这就是随缘的真意，啊，随缘而不攀缘，啊，不攀缘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能成就度众生。圆满的事业啊，无论显现什么相啊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应说什么法自自然然就流出来，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佛说佛无有法可说啊，谁要说佛说法叫谤佛啊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过两句话，说他求学的态度，学习的态度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孔子一生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，他所学的，他所做的，他所教的，他所传的，全是古圣先贤。啊，性而好古，学圣贤要有孔子这种心态，要有释迦牟尼佛的心态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的，我是在四时华严经题里面看到清凉大师说的，我们相信大师有根据，根据我没看到，我只听他说的。啊，他说师尊曾经说过，他没有说过经典一字一句，他所说的全是古佛所说的，他没有在古佛经上多加一个字。比孔老夫子说的还敬业啊！孔老夫子只说述而不作，佛是述而不作，没有在古人上多加一个字，这么严格啊！性而好古，这些话了，我们搞了六十年呢，才真正相信，不怀疑了，真难信啊！啊，为什么明心见性？古佛明心见性，他也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所说的都是一样的，看到的是一样的。啊，接触到都是一样，所以讲完全是一样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他说的是真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只有佛才讲真话，菩萨说话都靠不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
到佛的时候是圆满大觉，啊，通通都是在自信里流出来的，纯真无妄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真正是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，遇到佛听不懂啊。啊，我们也幸亏佛菩萨保佑啊，寿命延长了。啊，我很多同学都知道啊，我的寿命45岁。延长了40年了，啊！如果45岁死了，真的是迷惑颠倒。虽然念佛往生，佛的这些真正这些话了，是所体会到似是而非也。啊！我今天讲出来给你们听，你们听到也是似是而非。为什么没入境界？为什么没入境界？你没放下，你放下才能入境界，不放下是永远不能入境界。啊，我这个放下，张家大师教的，我感恩他，我问他，怎样才能让我们快速入佛境界？他给我讲，看破放下。看破了，明白了。我们搞了60年才明白，才明白什么叫一时，什么叫一念，不那么简单了。说佛的语太深了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真正明白了，就得要放下，不放下还是不明白。这是张家大师给我的标准啊！你说你明白了，做到没有？没做到，假的，不是真明白。张家大师给我这个标准的。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啊，就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不够啊，你好好再学，勇猛精进啊，不能自以为出啊，多少人自以为出，听经，听个1遍2遍，这我听过了，我学过了。他就不肯再学了啊！那你真聪明啊！古人跟你比，跟你踢草鞋也不够格啊！啊，古人要读书千遍还未必自见，你怎么1遍2遍就行了呢？这是今人比不上古人之处，古人谦虚。古人知道自己不足，要勇猛精进。现在人得少为足，得一点点就满足了，所以他不能再向上提升。啊，对世间一切法要知足，对这个出世经教要不知足，你才能精进。啊，真的不断放下，放得干干净，这心胸好自在啊，好舒畅啊！不入这个境界，人讲听不懂啊。啊，真的是自在，真的是舒畅。啊，神没有苦乐。啊，苦不好，乐也未必好。啊，都不要才好。心没有忧喜啊，通通是干净，
通通归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终极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这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啊，彭氏智说，道处世尊，此答本意。世尊这个答的话意思很深。啊，彭吉群说的不错。啊，盖发起智心，彼含甚果。为什么呢？因果同时的，我们凡夫看不到，圣人看到，佛菩萨看到。啊，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？我们还有一些烦恼业障障碍住。如果烦恼业障没有的话，你立刻看到。啊，所以佛用莲花表法，莲花就是表因果同时。你看花开了，籽就在里头，同时有的，不像一般植物先开花后结果。啊，莲花是因果同时，用这个来表法，这个理很深呐。啊，因彻古海，化国同时，但当精进，何愿不得？你发了愿，你只要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不改变，你决定成就。这些道理都贯穿在古人修学经教，他们统统做到。啊，所以根要扎稳，没有根该放的没地基，这个根是戒律。啊，没有戒律，看你盖得再高，将来倒掉了，那是意料之中事情，没基础嘛，它怎么会不倒呢？啊，只在早晚嘛。啊，学人到中年，甚至于到晚年变节了。他为什么会变节没根？啊，他根扎得牢。中国古人讲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岁的时候根扎牢了，八十岁不会变。也就是他经得起考验。啊，财色名睡，名色他不动心呐。啊，七情五欲不会干扰他，根深蒂固啊。今天人遇到了财色名利就动心了，就被人引诱去了。啊，修行多少年了，碰到这个了，全毁掉了。很多古今都有，根扎得不牢。啊，现在不能认为我自己已经不错了，你没有经过考试，你碰到这个境界试试看，动不动心，一动心就完了。啊，所以隋唐之后，祖师们提倡依众靠众，道理在此地。一个人修非常困难的。啊，一众靠众，大家在一起，纵然起心动念不敢做出来，啊，所以不能疏忽戒律。啊，佛法今天衰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，就是因为儒把理丢掉了，能说不能行。佛把戒丢掉了，也是能说不能行，全落空了。全落空了，那就变成图画了，纸上谈兵啊。实际上没有了。
传统文化怎么复兴？大乘佛法如何能久住世间？全靠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有使命感的人，把戒定慧做出来，这才有救。啊，儒家道德仁义礼，礼是底线。啊，礼有礼，后面上面才有道德仁义。礼没有了，全没有了。啊，这在中国历史上表演出来的。三皇以道治国，五帝以德治国，三王夏商周三代以仁治国，五霸春秋战国的五霸以义治国，啊，汉以后以礼，最低的到满清，现在礼没有了，天下大乱。啊，那我们再能恢复呢？恢复首先恢复礼，从一层一层上去，先把礼做出来。啊，有礼，然后再讲义。啊，人一定要懂得尽义务。啊，个人有个人的义务。啊，我们出家修行教学这些义务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。啊，走的时候在树林，不是在房间里头，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有义才有仁。啊，有仁才有德，有德才有道。恢复要走这个路子。啊，现在一下讲到空的，空谈，讲道德仁义都是空谈，没有理就空的。啊，讲大乘，讲小乘，讲什么？没有戒，全下的。啊，口头说说而已。啊，就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小乘，他小乘落实了。我们感到非常惊讶，地球上居然还有这种事情。啊，全国人做到了。每一个法师对小乘经都能讲，都能教。把全国老百姓全教好了。真难得了。我们不能不佩服。这是五体投地。啊，全世界的佛学口头上的，他落实了，你这还得了？啊，我跟总统建议，希望他建两个学校，一个佛教大学，一个宗教大学。佛教大学培养佛门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，啊，各个宗派的继承人。啊，把佛整个佛教性通通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宗教大学团结宗教，让宗教互相学习，化解冲突，把世界带向永久安定和平。他总统真想干。啊，那么做的技术方面要慎重研究，不要搞学术，要真正办到。搞学术没用。啊，真正干就是从戒律扎根，从三昧建树。希望无论哪个宗哪个派，都能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佛法就完全复兴了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